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秋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的视频，咱们下次再。台词说错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百分百先成之。你从它的名字上啊，你真的很难以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。我在 Steam 看到这款游戏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它有个 DLC 排的比较靠前。实际上这款游戏呢，好像是2013年的游戏啊，已经挺长时间了。但是是10月份啊才推出的中文版。我一开始看它的游戏介绍啊，感觉像是那种大富翁类的游戏。后来呢，我上来玩了两把，发现它机制呢跟大富翁之类的是挺像的。但是大富翁呢是以经营为主，但这款游戏呢是以战斗为主啊。但是非常的魔性，非常的好玩，更重要的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血统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们来玩一局啊，很容易上手的一款游戏。一边玩呢，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玩法。地图呢就随机选择，这边呢进入到了选人物和选卡片的界面啊。我的这个人物呢是一个挺有趣的人物，他有加攻击，但是减闪避。看下面这个数值啊，就是加攻击，然后防御不变，减闪避，然后血量是5。然后这个人物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？是只能选择 wins 目标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款游戏的胜利方法呢有两种，要么你打败足够多的敌人，就是 wins 目标；要么你收集到足够多的星星，就是中国宝贝呢，就是那个是一个收集目标。有两种方式，要么收集到足够的星星升到6级，要么是打败足够多的敌人升到6级。那么我这个角色呢，一看就是个非常擅长战斗的角色，所以他也只能通过打败敌人啊，来进行一个升级，达到最后的胜利。那么呢，每个人要选择一些卡片。既然我这是一个战斗角色呢，就可以尽可能的选一些这个战斗类的卡片，对敌人造成直接的伤害啊，在战斗中加攻加防啊，或者是一些让敌人踩上去受伤的陷阱啊，然后随机一个玩家受到伤害啊，然后强制让敌人进入战斗啊，再来一个陷阱吧，都拿着这种牌啊。但是呢，不是说你带着这些卡牌进去，而是每一个人选择9张卡牌，然后一共是4个玩家，36张牌投到牌库里面，大家的牌呢都从这个牌库里面来抽啊。说多了就晕了啊，我们开始游戏，一边玩游戏啊一边讲这个游戏的玩法。一局呢是4个玩家啊，当然电脑玩家也算玩家嘛。好，我是第一个开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界面。你这么看是不是特别像这种大富翁的界面？这个呢就是移动啊，这个就是卡片。刚上来每个人可以带1张卡片，然后最多上限是可以带3张卡片呢，拥有各种各样的效果。然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场地的信息。我们先走一格啊，这每一格都有不同的效果，不同的格子有什么样的作用，给大家看一张图啊，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开始走啊。这游戏我跟大家讲，基本上就是看运气。来，移动啊，6步。我们如果选择向上6步的话，就是跟他干；向右6步呢，就是抽卡。他是多少血？他是7点血。我想直接干死他不容易，虽然说我加了伤害啊，那么我就不如先去抽卡，先不着急啊，抽一张卡，看看我的卡片都是什么作用啊。一张是设置3到5张不可视的炸弹，在随机的格子里；一个是抵消陷阱的效果。但是这张卡片呢，上面写的是 level 3，是吧？ level 是3个星啊，就是说要等到我升到3级的时候才能用。然后消耗呢，就是消耗3个星星才能使用。对，3个星星啊，3个星星，一定要记住，要消耗星星啊才能使用。好了，又到我了。你看这个卡片，我现在用不了，因为我等级不够，我现在只有1级。我要么是找其他的对手跟他们打，要么呢是打地图上的怪也是可以的啊。来，走，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格子呢会根据你投的骰子数随机的获得星星。星星其实对我这个人物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知道吗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我不需要收集太多的星星，我主要是要靠打人啊，靠打人。来看他们走路啊。好了，到我了。我比较希望能够投到4啊，去战斗。看着啊，神之一投，走，来个4。好，指定玩家受到1点伤害。哇，什么仇什么怨，不把玩家打死是没有任何奖励的啊。电脑有的时候的方法比较，哇，6点6点啊。
然后战斗界面我非常想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战斗界面，但是因为电脑在战斗我实在是讲不清楚啊，等到我能战斗的时候吧。感觉这是个 flag， 我怎么感觉这局有可能打不到人，来跟我打吗？他不跟我打啊。好吧，那么地上的箭头显示呢，我是要往这边走，走五格呢可以去打啊。我要是投不到五我就打他，知道吧，只要可以跟别人重叠就可以打他啊。我要投不到五我就打他，行，就打他了，就打他了啊。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玩法是吧。战斗界面呢是一开始可以让你选择你在战斗中使用的卡牌，这边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然后呢下面的数值你看到没有，下面的数值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加成数值，然后我们要投一个骰子，投一个攻击骰，投出骰子的数量是5，然后加上我的数值是7，然后他投了一个防御骰是5，我们就打了他2点血啊。然后他投了一个攻击骰是2，但他的属性呢是要攻击-1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防御或者是闪避啊。闪避因为我们闪避也-1，所以我们要投到3以上就可以免伤，投到2呢就是被打一下就是掉1点血。防御呢就很好理解，就是用他的攻击减去你的防御，就是你受到的伤害，但是如果你选了防御你至少要受到1点伤害。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我投闪避不错啊。好，闪过去了，漂亮，又抽一张卡啊，又是一张陷阱卡。说起来玩这种游戏啊，解释的时候真的好累啊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是全胜状态啊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冲上去再干他一把。咱们还是老规则啊，我要投不到3我就干他啊。来，好，投到3了，你幸免遇难了啊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打小怪，因为小鸡这种东西的话我是没有任何。我攻击+2啊，这他妈也能只打1点血啊。闪避我就不信了啊，投啊。什么鬼游戏，我卡片超了啊，要丢一张，把这个丢了吧。哎，什么鬼游戏，我打个小怪都打不死。打个小怪其实非常简单的，我还有加攻击+2呢，他防御还减的，结果就是打不死是吧。你过来打我呗，咱俩商量商量啊。他传送走了，他溜了，我靠，看来都不想跟我这种非常暴力的人啊待得很近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看我们，投个3啊，投个3，我打小怪去。也行啊，我追上他们了，不过他们现在都挺健康的，不太好打啊。都有什么最高血还有8点血的，这打个屁呀、啊、别打死啊。哎，好好，留一点血正好啊，干他干他干他，闪过去了，可惜了。我就想不能我一个人背，是不是要背大家一块背嘛，这样还比较公平一点。好，又到我了，头，你能不能走个有点用的格数啊。刚刚那个点呢是检验点，就是你达成了任务目标，就是你收集到了足够的星星，或者你打够了足够的人的话，如果你踩上去的话就会升级啊，就会升级，这样一个点。哇，他一下就把小怪干死了，我都没看清楚啊。对，你们打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，这游戏就是看命知道吗，他们属性没有我好，但是命比我好。打我呀，哎，现在就剩我没有打死过小怪了吧。哎，你们这样不合适吧，我故意干的，我实在忍不了，我实在忍不了，就打他。我算算啊，他防御闪避都-1是吧，他有5点血，我要打他5点血的话，我投4、5、6都是有希望的。就给我投个2啊啊，我闪，气死我。好，再打这个鸡啊，这个鸡怎么投都死了吧。啊，终于让我干死一只鸡，我的天，再不让我打死怪我心脏病都要犯了，真的。
打不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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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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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头，干死的，干死的，哟！哎，不对，这抢我人头，我喊个屁啊！我是不是傻逼？我被抢人头了，还在那喊打死的，打死的，打死的，我的人头啊！这家伙八点血啊，完全干不动他，我不如去抽卡啊，不如去抽卡啊，不战斗啊，往这边走，抽个卡。我现在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啊，就这个吧，这是关于星星的仙人卡，这边没什么用啊。哎，我一个战斗角色，战绩还不如别人，这家伙已经杀了三个了，我靠。然后当人死亡的时候啊，每回合会给你一个骰子数啊，就是从五开始，他要投到五以上才能复活，下回合就是四，再下回合就是三，再下回合就是二，就这样一个复活机制啊。我先移个洞看看往哪走啊。好，再抽卡。哇，我这得丢了好多卡呀。这个不要了啊，这个放掉啊。陷阱卡啊，反正马上就能用，拿来用一下吧。他用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自己以外的手牌或者卡队随机使用一张事件卡啊。他使了张事件卡，然后他使用的事件卡上自己掉了个血。哦，随机一个玩家受到两点伤害打到自己身上，这也是够背的了啊！我把这个什么给用了啊？我把这个加移动效果给用了啊！我希望我能够这个追上他啊！我得干人呢、啊，我得干仗啊！操、啊！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干他！二，漂亮！好了，我有两点了啊！好，不错呀、啊，揍他！一，哎，特别点背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，都是发生在我身上啊！你怎么又传送了？你个怂逼！我靠，这逼看到我就跑，我算是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叫什么？天若有情天亦老啊！还有七点血，怎么想我都干不死的，但是我还是得打。你看，玩家三线只有两点血，离我特别远，我得借这个传送继续把自己传过去啊！先使张卡吧，先把仙人卡丢在这儿，然后移动，这样也挺好啊，这样也挺好。我正好走了一格，就不用打，我直接传送就行了。二血的小妹子啊，我抓到你了！这两个菜鸡开始互殴了啊，开始互殴了，闪避啊，闪过去了，看看这把的判定三几呢？三一点，俩菜鸡互殴啊，这就是。你敢不敢打我兄弟？打我呗！没事啊，我正好可以往下追他啊！我只要能投出一个，我看看啊，一二三，我只要投三以上，我就能干，能干他，我就能干死。来，哎，就是这个套路，死吧你！有没有一丁点的可能打不死他？没有。哦，这flag立的可他妈是吓死我了哟！我现在有四点了，可以升到三级了，但是。我一直没有踩到检测点啊！如果你踩到是属于自己的检测点，就是上面写着自己编号的检测点的话，他会问你是否停下，然后你停下之后就可以升级。如果你踩是别人的检测点的话，你就需要正好踩上去才可以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。所以我现在最稳妥就是往自己的检测点走啊，往自己检测点走。五，好漂亮！哎，正好再打一仗，有没有一点可能打不死他？没有。唉，我为什么要玩这种看脸的游戏？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自己？防一下吧啊！我觉得我的人品我都不敢点闪避了，我这人本来就闪避减一。没关系，无论怎么样，下回合我都能升级，顺便还能回到自己的减压点回一个血啊！小鸡鸡能不能干死他？你还是个小鸡鸡啊，从来就投不出什么特别牛逼的数值。哎，没复活啊，他需要五点没复活成。你俩在互殴，这两个菜鸡呢经常互殴啊。一，他俩最好耗点血，然后我传过去干他，知道吧？好，哎，这个伤害是不是非常好，非常好？哦，他还踩了个怪。哎，弱鸡啊，你别被怪打死了啊！啊，打不死，打不死，打不死。好了，到我了吧？
哎，没有任何可能性，我不能升这个级，对不对？二级啊，然后三级的要求是二胜啊，二胜，我现在是四胜，我的目标一直是超的啊，反正我还没有复活成功，有意思啊，恢复一点 HP 啊，这两家我算是死命掐上了啊，要这把不打了啊，这把不打了，理智了啊。好，又到我了，哇，踩 boss 了，我先看看我有什么卡啊，啊，踩中陷阱会被其他人看到正面啊，我现在绝对打不过 boss 啊，千万不要投一，只要不是一，是什么都行，好吧？哦，吓死了，传送走，哎，我又过来参战了，朋友们，过来打我呀，打不打？你看他们基本上没有人会选择与我战斗啊，因为天生加二攻击的角色不好惹。他们又不知道我是非洲战神，对吧？他们又不知道我是非洲战神。然后这家伙是有四点血啊，我是有可能干死他，来干他！好，就揍他！受死六一一一，同样的剧情，能不能不要一遍又一遍的上演啊？咱不要每次都这样好吗？行吧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算是踩了一个这个检查点啊，升了个级。唉，下期是几胜？下期是五胜啊，再打一仗就能再升级了。我真的疯了，我靠！然后现在看这个蓝色的那个家伙啊，已经是四级啊，情况不妙啊。再商量事啊，不要投二好吗？啊！我操！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给点面子啊！投个六，没用啊！打不死他，等于没打，知道吗？好，那还行吧，还行。哎呀，我天！一个头子六个，你就一定要给我投个二，是吧？第一个把他打死会获得大量的星星啊，然后打死普通小怪算一个胜点，哇，爽，干死他了啊！打死玩家算两个胜点，我还没有打死过 boss， 我觉得可能是算三个吧。要这样，刚刚那个夺冠大热门啊，因为被打死了掉了一半的星星，现在也不给力了。我现在如果再踩到 boss 点，我就把 boss 干死，信吗？让我踩下 boss 点吧，好不好？该踩的时候啊，你从来不带给我踩的，我算是知道了呀，我算是知道了哈。好，随机一个玩家受到两点伤害，这个得场上有人有两点血，现在只有我有两点血，一旦把自己干死了，多么不值，是不是？多么不值！虽然咱是个狂战士，唉，我现在应该要几点？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六点的话打他能不能干死？四血能啊，就投六啊，方向都记错了，操！随便抽卡吧。然后这个不要啊，这个也不要，好，是你了。哎，复活不了啊，叫你打 boss。我现在特别想打 boss， 我觉得我先打 boss 就把 boss 干死。别看我只有两点血啊。我根本不打算给 boss 出手的机会，来吧，闲着不聊啊，先放个陷阱啊，好，陷阱放上，然后啊，投个一，啊，也行也行啊，三血 boss， 我要是打不死他，也是情有可原的吧。我这他妈死定了，好吧！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死了，死了我就快进去了，我等到我活了再说。来来，五以上复活，走！操！以上复活，操！
痛！三以上复活总没有问题了吧？哦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看看对方的其他人的血啊，还是不值得用什么打击技打他们。我真的很伤啊，这个被 boss 干死了算什么回事啊？来，让我踩个 boss 吧！我现在非常有信心，我如果这把踩到 boss 的话 ，boss 必死无疑，知道吗 ？boss 必死无疑啊！你们不要踩 boss， boss 是我的。我这个移动方向好像就没有 boss 能踩的感觉啊！我打不打他呢？四点血，我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！好，再见 ，yes， 人不能永远飞，对不对？我到你们屁股后面了啊！你说打 boss 时候不给我拖我吧？啊，哇，我这一路可以一路搓过去啊！我先看看他们的血量啊，值不值得让我搓一下？这个五点血啊。那个七点血，这样我先使用这个随机卡，还能打到谁？别打到我啊！好，打到他了，漂亮，有三点血啊！走，干他！打的就是你，三血小渣渣，受死，受死！我真的不想说话了，好吗？没有这么玩的呀！我他妈，我难得投个大叔，你就给我投个大叔是吧？行。牛逼，你们牛逼，我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哎呀！这张是什么卡？查看卡堆上的三张卡片啊。好，拿了一张卡，是一张陷阱类的卡。我应该希望自己投几呢？随便吧，别逼逼了，越逼逼越没呀。好。这我是打不死他，我吞粪自尽。再见 ，yes， 爽，哇，爽！但我跟你们讲啊，如果是以星星为目标的话，我现在这个星星数就已经可以赢了。但没办法，我们是个战斗角色，如果不是战斗角色的话，可能也拿不到这么多星星。走，往前走，玩命去升级。谁在我这上面放了个陷阱，过不过分？那我也得踩呀，受伤害也得踩呀，没办法。好，哥们儿升级了。看看他们的星星数，现在还是挺稳妥的。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，没有太大的风险。现在主要就是要防止我被其他玩家打死，因为如果被玩家打死，他会得到我一半的这个星星，就很被动了，很被动了啊！我先把这个陷阱放了啊！哎，随机雷啊，炸死你们这帮王八蛋！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啊，我自己能看见。移动，我从这边走，转一圈回来，我还能再升一级。哎，真机智啊！哦。拜托你们踩到雷吧，踩到雷吧，踩到雷吧！踩雷可好玩了，炸死你们呀，炸死你们呀，炸死你们呀！我还有一张雷卡，还有一张雷卡，还有一张雷卡，你们等着哈！你们给我等着哈！我得丢张卡呀，不用不用，我会先直接用一张就不用丢了。我还有一张雷卡，无耻老贼啊、哦！漂亮啊，走！哎，我是走了，我日啊！我就要踩下自己的地盘，这么难吗？你看他们都不敢打我，一群渣渣，就敢菜鸡火，不敢跟我一战，不行啊！你俩广场舞呢？啊，转来转去的，踩雷踩雷踩雷吧，踩雷踩雷踩雷，我往被谁点了一下，踩雷踩雷吧，切就不踩。踩雷踩雷踩雷吧，我得想想我怎么办啊，我看看我的卡片，来使用一张事件卡试试，
什么东西啊？敌机玩家受到两点伤害，但我好像打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啊，真是的。来，我要想一下我怎么办啊。这哥们呢七点血我应该打不动他，上面那货是六点血，这是全减一。这哥们呢六点血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被干死，对吧？我去干那个六点血。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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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啊，我就打你啊，我就打你。哦，这是性格反转，我不行啊，我攻击加二啊，反转就减二了啊。死吧，漂亮，哇，脱非洲欧了呀，太屌了太屌了太屌了。打吧，万万没想到我给他秒了，我天。哎呦，直接复活了，命真好啊，命真好。该我了啊，前面有人挡路，哎，我刚想说前面有人挡路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你不用踩到雷啊。干他，用干他啊换我一回合的安宁，去死。我看看你怎么投三呢，防一下，掉一点血而已嘛，无所谓。来吧，我觉得他不会主动打我，真的，这个不要。啊对了，反转应该丢掉，那个对我没用。我说咱下回合不能投到一吧，应该也没事，前面人给我垫。哇，我感觉种种迹象表明我要投一啊，千万不要是一。还行啊，我不想打他，我想赶紧去升个级，你我血量也不高，不着急跟他们干。我只要我看看啊，十四场，我要再赢三分，再赢三分我就可以获得胜利了啊。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这把胜利的概率挺高的，不错呀。果然一路视频就抖起来了吗？是吧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一路视频就抖起来了。你打不死他了宝贝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有赢面了啊。这张卡是回合开始的时候失去这个什么啊，失去这个星星树，我用了给别人，然后我移动一下看看路线啊，就打他，不就四点血吗，秒了个粑粑。没事啊，我可以追击他一轮，基本上就可以把他干死，他剩一点血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呢，对不对？来，哎，被炸了以后是什么效果？都没有死吗？我以为他会死了。我先想知道的是我能不能追上，我好像不太好追他了，我得投五或六才能追上他。嗯，想追死他还挺难的呢，尽量吧，尽量吧。棒！这个雷真的是炸不死人哟。恢复一点 HP 啊，给自己回一下。五或者六啊，好在自己放雷自己踩过。哎，五或者六啊，投个一。来吧，他很聪明啊，他跟着我走啊，这样不会走到我前面去，然后被我打。好，又一个升级的啊，没关系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五级啊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五级，走，漂亮，就这么几个没有用的格都让你踩上去了。不行啊宝贝儿，剩一点血啊，不能死在我的手下，我真的好难受。我如果手里有一张那张指定一个人受到一点伤害的卡，我就直接点死他了，然后直接两点剩点就到手了，真的可惜，真的可惜啊。我现在最想投的就是六啊，六，哎，抽卡也行，抽卡也行啊。哇，没事没事，他暂时也赢不了，
他需要收集到200块钱，我够了，但是我不能用收集的目标，很惨啊。他要收集到200块，我要得到14个 wins， 就看我们俩谁先了啊。其实左下角那个他也快了，他手里的钱也不少啊，他只是等级没上来，三或者是六。所有玩家恢复3点，把这个星河反转弄掉啊！这样如果我掉血，他们没掉血，我可以用，也不错嘛。好，他升级了啊！他升级了，这两个都是危险人物啊！我得尽可能做掉他们，把他们杀了，他们的钱就没有了呀！走，冲！啊，我得踩到这儿。哎呀，行吧。为了追人啊，不就一点伤害吗？毛毛雨啊，来干他，受死，再见。好，12点剩点了，我只要再干死一个玩家就行。哎，你也跑不快，宝贝儿。他已经是我盘里的菜了啊，盘里的菜了。我总不至于下回合投个一吧？这种概率不存在的啊，或者我打不到他，不存在的。把这个破千箱卡丢了，不存在的。决斗，点个瞬间再生，为防万一，受死。没关系，还有下一回合。我他妈直接给他点数送够了好吗？啊！我的天，这游戏没法玩了！我的天，让我复活，我要干他！让我复活！好，你别走啊，你给我投个一。好好，你等下回合的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啊，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这把需要投5或者6，没事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投个一，哎，别投一，他打我，你个贱人啊！别投一，投一都全弄走了啊！别投一，投一多好啊！哎，朋友们啊，这就叫人生的大起大落啊！从非洲到欧洲，到非洲到欧洲，到非洲的一个过程。哎呀，头疼啊！这游戏玩的呀，哈哈。哎呀，这游戏啊还可以多人联机啊！我已经把这个游戏告诉非常喜欢大富翁类游戏的哆来巴了啊，等他看到之后呢，找他争取能吊打他吧。看在我这么倒霉的份上，大家记得点个关注啊、订阅啊、收藏啊、硬币啊、顶啊之类的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